防守的阵型简直就如同是一层窗户纸。江苏队是一支非常优秀的球队。我们江苏顺天队一直是支平民队。没人想到我们会有今天的成果。我们是所谓的黑马。我们没有特别多的明星，也没有特别多的国脚，是没有想到会打到现在争冠这个地步。我们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球队现在越来越强。其实我们一直在战斗，我们正在走向我们自己的目标。这里是我们的主场，球迷团队我们来到一起，都准备好了战斗。这是江苏最接近冠军的一次，必须脚踏实地。机会就在眼前的时候，我们不能犹豫。这一切不可能一个人完成，让我们团结在一起，我们的心在一起，我们想得到就会做得到，我们相信我们会成功。这里是江苏，这里是南京，这里是顺天。